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屠杀永不终结。混乱将随后。好帅的皮肤，当年我也是用这个鳄鱼的皮肤C了你帅哥的寒冰一把。谢谢蓝恋汉的阿姨粉，谢谢阿姨粉的一个飞机。谢谢阿姨。哎，我操！我的 Q 差了1秒钟。怎么头这么硬啊？也不1秒钟，0.7秒。简直是铁头怪呀，我操！我红怒这么久，怕都不害怕，你咋的呀？你为啥不走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为啥不走？啊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为啥不走？什么意思呢？交闪吗？这怎么办？哎呀，挺烦人呢，非得打我个闪。本来我们闪现是优势，你知道吧？被秀了。我啥也没交，他交完 TP 交闪现，完事还跟我说我被秀了，我被秀啥了？我被秀什么了？我被拿了一血，你不说我被秀了吗？我被秀什么了？这波不能死，这波稍微跟他小心一点，死了不太划算。5分20秒。
要不这一天天的就说老是对牛弹琴呢？你这人的剑尖，我一个技能没交，他八把闪一交，哎，被秀了。我们本来是赚了，完事跟我们说成亏了，说我们被秀了，不知道啥意思。完事说两句，我说我被哪秀了？哎呀，你被哪一血了？你不说我被秀了吗？又往回说，也不能说啥呀。这么出个反甲吧，对面的长剑挺多呀，七个长剑。你看，又来，哎呀，打个白银爵还急眼，我急不急眼跟你说我被秀没秀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说我被秀了吗？我问你，我被哪秀了？你别老给我转移话题，你说。跟你说了一百遍这个闪现的问题，跟我在这儿，耶，你打白银，打不打白银？红路口害追呀、啊、我没杀你已经是你对你最大的仁慈了，小伙子。杀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我们也撤吧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小皮孩，这把的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这怎么 A 着的我弱点？那劫不是说来吗？那劫，那劫上哪去了？我都打十秒了，你都没过来。装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你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在十秒钟之前我就听到这个杰给我发了一个信号，我说这波行，我们直接上。我打了十秒钟，人没了，他从哪来的没看见，不知道人为什么没了。开大招回头平 A， 拔罐溜可血战斧一上来 A Q 一过来，等个四秒钟三秒钟，跟我直接开大跟我打。这边你回家不？你不回家我可杀你了。你回家我就吃塔皮。不出挺近吗？我不乐意出那玩意儿了。
我比较喜欢出可血战斧，挺近的都打比赛出，不累出那玩意儿了。挺近打人，他没有回血呀。他们主要是为了性价比，你知道吧？怎么的来着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哈呢？啊？你为什么要跟我打呢？我站在这么多兵堆里边，你敢找我打？人马给他白送了一个。你可打不过我，你敢上吗？先来个铁板靴，我看看我们出点什么装备啊。这一把我们可以先来一个小反甲，再来一个红宝石。谁安是 double？ 沙米拉，沙米拉安是 double， 所以我们这个小反甲起作用了。先来个荆棘背心，吃他中路两层打皮。没有人吃煤，有人来也吃煤。吃完我们再去吃个蓝。你在这打三狼，我能让你打吗？你想一想。哎，28滴血。先攒个怒啊，技能别用，看螳螂来不来。不来的话，我们直接把这蓝 buff 给他秒了。这下路怎么回事？这波一打三有没有机会？有机会，但一打四可能稍微还差点意思。我们可能这波要被迫一打四，兄弟们，啊？被我套点盐了，好闪现！烧没了，这波可以越塔。那牛头没屁用。来，那都没有用了，都把那牛给我杀了。我们让牛头酋长给我们下当，知道吧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，让牛头酋长给我们下当了。先来个大反甲，A 塔了吗？没 A 塔，其实我摁波浪剑了，我应该是没 A 塔，
你看我 A 那流头没掉血，应该是他开大了。你赌一个飞机看回放，你赢了，你直接把飞机给我吧，我就把中路峡谷先锋收一下。蓝莲汉你怎么不降了？我不降啊，我降啥呀，我这对牛弹琴，老师我跟有啥好降的呢，以后谁跟我降你赢了，我不跟你降，你赢了我说不过你，我不说了，你要想看回放我不看，你已经赢了。谁乱配进了？把沙米拉给我留下呀！剑姬等级挺高啊，哎，他居然能升到11级！把峡谷打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中立资源，拉倒吧。把峡谷打了，打完峡谷，我们上去看能不能把这剑姬杀了，走。找剑姬的，他打我们应该现在都不掉血，我们这两件装备打他简直是绰绰有余。直接一 Q 一上来，平眉红怒晕，咳血战斧贴墙 ，Q 一下，平眉再 A 再 A 再 A 一下呀！哎呦我操！厉害，这哎他打人咋这么疼，那突然之间啪嚓一个小平雷打我那老些戏，都吓一跳。谁的峡谷啊？我们家的吧，那就行了。这波没大不去了啊，不去中路了，中路让他们自己玩吧。冷酷捕猎，来人了吧？往上面拉一点。算了，这波不打了。那剑姬搁旁边不好打。来小龙，先把黑切的小剑出了。黑切出完出个血手，血手出完出个死亡之舞。直接打呀，你们直接打是不是胆子有点大了呀，我发现呢啊，这胆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，我发现呢，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先杀刀锋来点他，点一下平 A， 对，胆子确实很大呀。谢谢阿慧的飞机，谢谢阿慧的飞机，跟我大龙去走。谢谢阿慧那沙巴拉，
谢谢萨巴了。好像大龙不行啊，中推吧，不是没有小炮啊，死了吗？怎么的呢？红木头没事儿，这都小问题。先来个黑切，再来个血手。他们家全 AD 的，我们出个死亡之舞，应该能给个舞台，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。几个人啊？这老些人啊，那不行，那人有点血威是有点太多了，那是。我咳血战斧，红怒晕杀米拉，一过来红怒抠，再一回来，兄弟们给我杀！全残血，这波一换四，哎，打大龙。把龙打了呀，哎，打呀，干什么呢？那四人全死了，下路就剩一个了，那龙又不可能有人来，你就打呗。墨迹啥呢？你应该打不过他，要我说你快跑了吧。就不可能有人过来干扰他们。这回撤吧，那这老些人呢就别打了，我们又不在。谢手差点钱呢。马上十六级，三级大招，鳄鱼其实已经削的比较的惨了。鳄鱼，我们隔空拆眼儿，能拆不？差不多吧，是 A 不着吗？哎呦啊！可以拆下路，走，这顿带呀！干啥呢？下路拆。哎，剑姬这个英雄好烦哦。真的很烦这个英雄。给我杀来，耗个点盐，把那沙米拉杀了。那就杀着刘，我打刘。行，就先打剑姬儿。
这波就应该赶紧跑，知道吧？因为沙米拉马上有大了，先给他晕了，可血战斧，没事儿。一下一回来换个 Q， 方针我闪现 W 可血战斧一 Q， 全残血，我们家波比也起来了。那也没人能打得动啊，关键是真的感觉。行了，波比可以撤了，升空了，打个小龙吧，他也就只能扎我们一下，他也没升级 W， 他也就只能这样了。这螳螂没关系，那打我们都不掉血，把小龙先给他拿了，回家出蟹手的。这要干一架呀，干吧呢，来吧。哎呀，先杀沙米拉，行，先杀沙米拉啊。红怒晕 A 接 Q， 平 A 接 E， 再接平 A 一过来。我的 W 呢被间接人给挡了，不应该打他的，但其实也无所谓了。给个舞台吧，我觉得我可以要个舞台。一个打五个不行，我可以打四个。剑姬人不能来，那英雄百分比掉血，我的装备扛不住。波比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并不明白你自己到底是怎么起来的。你可能以为你是依照你自己啊自己的实力，现在能杀得了七个人，其实都是我给你当工具人。看见没，波比，还是死了吧。这螳螂干啥呢？这螳螂，哎呦我老螳螂，我先把跳弹给他打了，眩晕，过年好。我们直接上到高地上面去，你看他剑姬人没？其实没啥装备 ，Q 我还是挺强的 ，Q 一下掉这么多血。正常要是猴 Q 一下这鳄鱼就掉这么点血就。这英雄确实挺烦人的。我这螳螂给我踹他，这蓝我不要了，我要这玩意儿没用，谁要谁拿吧。破定啊，对呀、啊、这破定可烦人了，那破定。另外破定伤害好像还是跟着时间走的，破定时间越长破定打人越疼，是不打吧。沙米拉打红去了，来吧，啊，我们来个舞台，
这一波先干他一手。刘哥，和血战斧点燃缺坑一下，一回来 W 就死了。点燃咋没套上呢？点燃，这不行啊！这刚才这波点燃没套出来，我套萨米拉点燃，他没办法回那么老些血，知道吧？我给他点燃，然后他盾攻触发之前，我们把他一晕，然后我接个 Q， 我们应该这波就能有五台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点燃没套上啊！三个人根本不够打我，我自己没抽得好，我点燃没套上他萨米拉。系统 bug 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点烟。小龙吧，那跟点烟怎么没关系呢？那点烟没打出来伤害，那390点真实伤害怎么的白给呀？上去点，你就硬点，对，就硬点，就给我打着刘，个老刘，不行去下路。那塞纳出的，那塞纳出这么肉，不上去点人去，我靠！有点燃这就不一样，知道吗？这就不一样，这有没有舞台？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有没有舞台？简直了，我天哪！跟点燃有没有关？有没有关系？跟点燃？这波点燃套上来有没有关系？舞台有没有？老犟，我就不乐意跟你犟。老感觉是对牛弹琴，我都不乐意跟你犟，天天要跟我犟，非得犟。